我哋嘅梦想婚礼系喺广州塔小蛮腰下上边举行一个浪漫盛大嘅空中婚礼。我最希望的话是能有一个海底婚礼，办有一个以香槟玫瑰为主的主题婚礼，有一对乐队啦。仲有呢就是亲朋好友的祝福。我们两个希望的婚礼呢就是一场动漫和浪漫相结合的婚礼。和亲人家人啊员工一起举办一个自助式的盛大的婚礼。可以有好多的鲜花啦，同埋好似电视当中嗰啲有个西式咁样嘅黎曼住，周围都系绿色，好浪漫，可以围绕住我嘅婚礼比较喜悦嘅。我呢就要做一套紫色的婚纱，在婚纱的背后要有一对很大很大的黑色的翅膀，满地都是白色的门。我们可以穿着潜水服潜到深海里，他要为我献歌，而且要是奢华一点。I always envisioned our dream wedding as being a very, very traditional Chinese wedding.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maybe 300 or more people, and lots of happy people, lots of drinking, lots of food, and just having a good time. 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的一名主持人为我主持这一场隆重的婚礼，希望在场的所有花，包括我的婚纱，都要以香槟玫瑰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都说了他是宅男，所以很喜欢在家看动漫而我作为一个女仔，肯定是喜欢那些充满鲜花充满浪漫气氛的婚礼，所以我们的婚礼要是动漫和浪漫相结合的。希望我那天的老公会给一个难忘的惊喜我。那我最希望的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会在那天齐齐来到参加我的婚礼。